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，今天来参观樱桃小丸子和海绵宝宝的家。影片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这里是樱桃小丸子的家，进去看看。一进门就可以看到鞋柜，这里是客厅，有橱柜，有一张矮桌壁橱电视机。这里是厨房，东西都很齐全，旁边还有架子和大柜子。这里有四人桌，可以在这里享用美食，旁边还有饮水机。接着来到另外一间房间，窗口下方有矮桌，还放着太阳花，旁边有化妆台和柜子，另外一边也是有壁柜，还有两个柜子。这里是洗漱的地方，还有洗衣机，然后还有一扇门，里面是浴室。这是后院的门，这可以晾衣服。这里是卫生间，来到隔壁，有一张桌子和高高的橱柜，也是有壁橱，还有暖桌。来到最后的房间，好漂亮，是樱桃小丸子跟姐姐的房间。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，这是樱桃小丸子家的 ID， 是英文版的，喜欢的话可以去看看。接下来来参观海绵宝宝的家——黄鹂屋。你好啊，派大星，进去看看。海绵宝宝，你有在看乐朵的影片吗？哈哈，你想太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海绵宝宝的家就是这么简简单单。这是海绵宝宝的黄鹂屋的 ID 英文版的哟。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！谢谢观看。It's good.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.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.